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一条没有任何套路的带货视频，大家选择性观看。首先大家看一下我的身后这种农作物，你们认识叫什么吗？你看今年的高产把树都压弯了，这个就是咱们广西的木瓜，水果木瓜啊。那个你看今年的收购价的话是在8毛钱一斤啊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哇塞8毛钱好便宜啊？但你们当地是不是买不到？是不是要买这样的一个的话就要花到10几块钱啊？你看今年的现在我来到了这个产地，我呢把价格呢给你们打下去了，我给大家核算了一下，就是说给大家做5斤装的，除去包装运费人工，给大家做出来的价格呢大概在10块钱左右啊。那如果说大家喜欢吃这样的木瓜，在你们当地又买不到这么便宜的，这个视频能不能给我的小红心点到2000？为什么要点到2000呢？因为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吃咱们家的这款冰糖心木瓜嘛。来，你看这是树上熟的，它就掉了。哇塞，很甜的啊。那么喜欢吃小红心给我点到2000啊，然后我马上开播给你们秒。